上去接钱。眼前真的是火锅，冒火的火锅，两个小男生看得两眼发直，不敢乱动。另一边这火锅一样在喷火，火焰少说30公分，怎么吃个火锅火舌窜得这么高？原来他们吃的是烧酒鸡。好，这边为你点火。两个小女生看着烧起来的火锅一脸淡定，其实内心很纠结。第一次看到觉得很刺激，惊吓一下。有啊，因为第一次看到火会这样烧起来。火焰烧尽，再加入药膳高汤，放入蔬菜，增加汤头甜度，搭配鲜嫩 Q 弹的乌骨鸡肉。这烧酒鸡先前之所以会冒出这么大的火，主要是因为放进一整瓶公卖局红标米酒，酒精浓度19.5，为了让酒精挥发，汤滚了直接点燃。卖的怎么样？大约占我们店2到3成。在夏天里面适不适合？身体比较燥热的会比较不适合。不要以为天气热大家不敢吃烧酒鸡，吃锅就像看秀一样，吸引不少客人上门。有人想在家里来上这么一锅，小心哦。妈妈想用火柴点燃又很害怕，最后变成小朋友拿夹子来夹住火柴。有夹到吗？一家人吃烧酒鸡吃得好紧张，这名副其实冒火的锅，如果在家吃怕麻烦又怕危险，到火锅店里吃，专人服务，大火烧尽就能品尝美味的烧酒鸡。三立新闻廖怡的吴倩媛。